四、三、二、一。现代的年轻人呢，就是缺乏战斗力。你看看，婚姻就像这个坦克车一样，就算被打了稀巴烂了，仍然坚守这个岗位。所以，请大家跟着我一起念：坚守爱情路，誓死不离婚。硬打让到底，婚姻大成功，耶！你讲安尼好唔好啦？